新发型呢？对啊，就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剪这么短，这一辈子第一次剪这么短，就试试看的。然后哎，好像还可以，反正想说，如果真的不好看。冬天很冷，可以戴假发，所以还算不算买假发。辣妈瑞莎顶着浪漫新发型，示范毛茸茸的 UGG 新雪靴，直呼简直是完美搭配。今天的打扮我非常非常喜欢，我非常喜欢，就是一摸就觉得很舒服，很开心。我穿的东西，我戴的东西都要摸起来舒服。我非常不喜欢那种刺刺的、硬硬的布料。你觉得你穿UGG的鞋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？很舒服，很方便，还有很好看，就是不推流行。而且它很，虽然它很温暖，但不会太热。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它很保暖，但还是会透气，就那个布料真的是完美的。而且不管穿什么裤子、洋装，连运动裤都可以。像我现这件就比较浪漫的，比较boho这个样子，或者比较有气质的衣服，或比较酷的、比较时尚一点的，都非常好搭。他更透露家中习俗，父母每年圣诞节都会送上一双 UGG 雪靴当礼物。我其实好多好多 UGG 的鞋，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妈妈爸爸全世界最贴心的父母，我也当然希望可以跟我妈妈一样。所以我女儿她去年开始走路，就走路比较稳定，她去年也有她的第一双 UGG， 现在也跟先生开始想，那我们接下来要买几号，因为她脚转得很快。时尚动新闻报道。